好，现在王建民呢，这个传出这个婚前交往的对象也比较有名的，就是 model 钱颖一。这钱颖一呢，曾经上节目自称跟王建民的关系匪浅，而参选城市小姐的时候，也因此呢受到了关注。而王建民现在经传婚外情，而结婚前的绯闻也再度成为焦点。现在最红的王建民，这一颗球也是他提供的。套上白色棒球衣，好身材若隐若现。模特儿钱颖一秀出2001年王建民的签名球，笑得很灿烂。从小爱收藏旅美球星的签名，王建民一定不能少。但钱颖一自称跟王建民的关系没有那么单纯。没有啦，那都是好朋友。有哪几个被传过？王先生，王建民跟陶明辉。说自己和王建民交往过，钱颖一讲话欲言又止，很害羞。其实96年钱颖一参加《城市小姐》，就因为和王建民的关系匪浅受到关注。王建民经传婚外情，结婚之前和钱颖一传出绯闻的往事，现在又再度成为话题。中天新闻黄怡璇台北报道。